What's fine with Zuya getting MVP? Because he works hard and he has the dance experience and he's decent at vocals. And I know he does have fans, but I don't think it was just because his fans. 那么这两首歌中哪首更加打动创始人们呢？获得胜利的队伍是算是蜜蜜吧蜜蜜蜜蜜蜜感觉是醉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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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醉拳醉拳这是啥情况啊我很开心赢了这场比赛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是一种耻辱像是我可有可无一样如果我唱好了也是赢就算我不唱也是赢那这不是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吗？我们输了，其实嘴上说着是输了也没关系，不用怕，但我自己心里就过不去这道坎了。就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很难过。我们可以把这个舞台做得特别好，可日本一做好，做好做好做好了，真的很好。我当初应该把责任让出去。我告诉你，让我一个人上话吧，你不知道我。当初就不该当这个队长。哎，怕你别哭了。哎呀，把鼻子擦一下。把鼻子擦一下，别哭了，哭什么哭？真的，来王者是不是得好看？你看我都没事，我确实没有。我上镜都不好看，我长得丑。好看，好看，好看的。我长得丑。好看，谁说你长得丑？我第一个跟他拼命。气势真帅。对啊。咱还有很。还有机会呢，怕什么？走走走走，别哭了，快擦干，别让他们看着。王者，王者是不能流泪的，你知道吧？那么接下来进行表演的两支队伍，他们既是最好的对手，也是最好的朋友。頑張りましょう，大概。頑張って。有请 Love Boy、188和 Radio。哇，这两组很好看。Go。耶！哇塞了！吴莫开始摆架子了。嘿嘿嘿嘿 ，Let's go！ 哦 ，Sorry，Oh my God！ 师哥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进步男孩。